备战开始。第一节棒居就顺利交棒啦。啊，睇见，啊，德望同拔穗咧争得好紧要啊。咁样德望学校啦，都系第二线慢慢追过咗其他学校嘅同学啦。暂时都系德望带头噶。咁相信过完呢个内线嚟到最后一百米咧，都系德望学校嘅世界啦。啊，好顺利啊！佩奇啊，交棒交到顺利啊！如果第二線跑緊嘅就係德望嘅陳佩琪，第三線就係白穗女書院嘅梁永熙啊。好。咁如果德望學校亦都係成功再次破到紀錄啊！4:48.82啊！咁德望學校咧就以0.1秒咧就打破佢哋自己喺低温所創下嘅紀錄。